第十七题，下列物质的微观模型示意图，鸡甲乙丙的顺序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甲是所谓的单原子的组成，那我们知道钝器是单原子的组成，所以 A 的氦气跟 C 的氩气是有可能的。我们课本上也告诉我们，金属是由于金属元素、金属的原子堆积而成，所以呢 ，A 的铝块跟 C 的铁块也都是有可能的，符合丙的描述。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乙是一个只有一种原子，是一种元素，而且是一个双原子分子，那么 A 的氢气是符合的，它是所有的气体除了钝气之外都是双原子的分子，所以这是 A 这个氢气是对的。可是呢 C 的水是不对的，水是个化合物，而这边只有黑球，所以它不是化合物，它是一个元素，所以呢正确完全正确的答案呢只有 A 而已。因此第十七题问我们说乙甲乙丙的顺序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氦气氢气铝块。